国民会的叫回专线啊，0800-0500-6688，拜六时啊，节目有着小弟阿星，小弟有人，在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诚恳的服务。宁波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晡呢，这是3点到5点哈。伫咱台北、新北家人，咱拢收听得到。这是家人轻松电台 FM96.9，大台北热血好评台湾文化广播电台 FM97.3，伫咱大台中全球电台 FM92.5，大台南爱乡电台 FM90.7。高雄甲屏东南方之音 FM89.3以上，咱只电台呢来甲咱做着即个联合的播送。另外，伫咱即个 FB 呢，刀郎俱乐部的粉丝呢，有啊，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好嘞，感谢。好嘞，感谢哈，即马就来加进行着咱今仔日啊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2021年9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六哈。啊，今日整个台湾各地天气呢，即个日时啊，拢依然是侪云到好天。过道过了后，西半部的所在，部分所在有局部短暂雨，山区依然注意哈雷阵雨的发生。旧历行到7月28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西半部只差不多25度到33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好，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即马就开始来个进行节目，由我们先来个报新闻。来，首先那嘛是针对着今仔日的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哈，记者会来给咱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啦哈。来，今仔日吼，这个陈时中下晡记者会表示，今仔日新增加一名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境外移入本土零例，无半人，啊嘛无人过往死亡，这名境外移入是美国30几岁一名男性，已经住完了吼 BNT 的五峰社，啊未满14天吼。啊！伊九月初一对美国来到台湾接头路，啊，坐飞机进前的3天内嘛有做即个检验阴性的报告，入境啊机场采检了后，来到吼防疫的旅馆啊检疫，今仔去确诊个案伫台湾的期间无症头，已经啊空连吼，共班机前后2排，总共29人吼。安尼，甲咱听众朋友做报告吼，今仔日一名境外移入，本土无，死亡无吼。安尼，即个中昼时啊，看新闻吼，迄、个中型航空的机师啊，即桃园的机师，伊要为因后生有无？后生在学校开学啊，了后呢，有去学校吼。结果规间学校拢总采检2000几人吼，即中昼看新闻，敢若2000几人采检拢阴性诶，拢阴性诶，所以安尼是看起来即个破口敢若有封条咧款吼，无叫破开安尼啦吼。好，安尼感谢吼，来咱话来注意啊，赶快你句话啦。该注疫苗的赶紧去注疫苗吼，该轮到咱就注啥物就注啥物吼。即、这个就做啥物呀？疫苗拢差不多，啊，免伤紧吼，免伤紧吼。啊，来好。来，接落来要甲咱报一件好消息吼。咱今仔日有看到报纸的朋友吼，日本搁再买吼增加咱第四道 AAG 的疫苗，总共64000剂。安尼，日本送咱 AAG 的疫苗已经有334万剂，总共吼，来这边咱个听讲嘛，日本的这个外相茂木敏充啊，初三去宣布要伫9月上旬，搁再送咱 AAG 的无风虾和台湾，包括泰国，也搁有越南。啊，消息一个传出了后吼，提供台湾部分是64000剂。啊，毛某兵枪伫例行的记者会有来讲，会提供予泰国、越南甲台湾，总共是44万剂的 A G 有风险。
伊表示，即道最主要是考量当地感染的状况，啊，医疗的体制啊，即、這个预防下注射的状况，包括吼、哦、当地入籍的当地的日本人来注射的需求等状况，所以决定搁再一次来赠送。啊，这将是日本吼、哦、第四波吼赠送给台湾的预防下。啊，这进程日本已经分别伫六月初四、七月初八、七月十五，已经有三波赠送咱总共吼334万的 A G 的预防下。啊，会当讲吼是全球送咱预防下上界侪国家，就是日本。啊，日本吼、哦、目前嘛已经开始吼、哦、开放因国内40岁以上的民众吼、哦、公费来注 A G 的预防下。在全球有风险要摕到的正不容易的状况之下，日本同款继续提供予台湾有风险。啊，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院长苏贞昌昨昏对着这件代志表达感谢甲感动。嗯。啊，另外呢，要阁甲咱报一件好代志吼，除日本以外吼，波兰是。这个波兰吼，原来要赠送咱40万只的有风险。问阿仔啊，送来到台湾波兰，嘿，啊，这件代志已经经过吼，陈市长的证实，有这件代志，这件报道咱来甲听，看卖。台湾的乌风声真欠缺啊，啊，要买处处受到中国的刁难，真侪国家拢三只吼啊，出这个救援的手，其中就是以日本吼赠送台湾300多万只的 A G 上侪，搁再来就是美国的250万的莫德纳。另外，包括立陶宛、捷克吼，拢曾经吼，啊，搁有这个村村吼，啊，双手啊，观赏到这个啊疫苗和台湾，搁有一个呢，搁一个我袂记一个名，敢像四亿的斯洛伐克，哦，斯洛伐克吼，伊只都无人下掉吼，搁有一个斯洛伐克，这蛮难办袂记起。即马搁传出波兰，我那要观赏疫苗和台湾，传出这个波兰，伊要观赏赠送诶40万剂的 A G 的疫苗和台湾人。消息人士指出啦，讲双方对5月就开始咧接洽啊，一直到最近吼2礼拜才确定。啊，传出门啊知啊，就会将这批疫苗送到台湾。啊，这由中营航空公司吼啊运送，透早6点半到台湾，对维也纳起飞，唔过确实的厂牌，包括确实的数量，也阁有待确定啦。啊，指挥官陈时中伫记者会当中讲有影。有这件代志，唔过吼，无透露着相关的厂牌数量加时间啦吼。这样的以上吼，甲咱报告。这拢爱甲这个国家说多些啦吼，因为因这个国家也毋是讲本身家己拢零确诊啦，拢无问题吼。啊，佮愿意要送疫苗，最少一回事。啊，日本送上济300多万。是。咱除了讲说多些以外，应该安那你敢知啊？人讲礼尚往来啦，吼、有送来，咱才有一寡物件爱讲回送回去嘛。啊，咱台湾这样送啥给日本，你敢知啊？送啥物？钓鱼台啊，钓鱼台送给日本安尼啦。钓鱼台本来日本的。无啦，我别讲，茫我别讲，钓鱼台是咱的，啊，从日本咧过。你听无？人日本法院都已经宣判讲因的啊，无啦，啊，大家美国嘛承认啦。啊，问题咱的政治人物都拢讲钓鱼台咱的，你看安尼。啊，咱的政治人物在讲话都是在讲话。啊不，啊，这无负责任的啦。对啦，我意思就是咧讲啊，既然咱就讲钓鱼台是咱的，对不对？啊，日本啊替咱顾遐久啊，唔好，啊，咱就归去安尼啦。因就送咱300多万只疫苗，咱钓鱼台怎送因安尼啦？啊，日本人咧顾嘛，为家己顾啊，对不对？无常常替咱咧顾啊久，对不对？拢因咧顾啊，哪有意思？咧船啊，拢因咧开，拢伫因咧钓鱼台，拢是伫迄个附近，拢是日本船。安尼讲叫做咱的，咱若讲会出嘴有，啊，我真唔知人见笑，有影对啦吼。啊，不离个话讲，但咱就归去怎回送回去就好，借这个机会啦。安尼钓鱼台的争议咱就结束啊吼。以后钓鱼台甲日本之间就是干那剩中国当面当么花安尼尔嘛。啊，中国要唔让见笑，伊唔让见笑啊。吼，我是感觉讲日本吼，对台湾的好吼，唔望台湾的回报是干那是通尔。就是人工就对了啦。中国那咧起配面咧起舞蹈的时阵，要拍日本的时阵，咱台湾的当跳出来收听。我今仔中国先拍咱那个日本跳出来，搁是日本跳出来收听。哎呀，你嘛无要紧。对啦，
但是我咧想就是干呐，安尼两国合作对抗中国，这是影响大五万。这有影啦，系啦，系啦，系啦。不能就是安尼嘛。两边互相合作啦，啊，对付中国安尼就对啦。因为这个国民党古早之前的时阵就对啦，是原来是对抗中国军费的呢。嗯。但是对两千年了后，当啊变相，你知无？两千零四了后就对啦。两千零四，伊变个已经乱作恐怖的啊。两千年选书的时阵，连战还未完全变面的。啊，佮拍算讲四当啊，佮两千年。伊情况是说，唔叫一个连送合，好不？连送的，啊，连送一个合了后，煞无两个拢跪落咧石头，好不？跪落石头，一个伫倒位，啊，一个伫倒位，啊，互相听伊讲无好势啊，啊，怎样样跪落去石头，啊，石头了又搁输。输了，连战就配完啊！见着登就去，哎呀，就走去中国去啊！讲叫做破冰之旅，安尼就对，迄两千零四年啊，吼，好啦，感谢日本啊，感谢这些国家吼，啊为咱台湾安尼送遮济疫苗来吼，啊咱赶快，咱就爱条祝福到啊，是，对不对吼？主要就是为了咱的迄个普及率，即卖问题出伫咧疫苗注两剂有够啊无够吼，即卖就过来讨论这啊。无啊，即卖是毋是做侪嘛是注两剂？对对对，你像这边这个中型航空的技术。拢是注满两支啊，结果拢突破，拢突破性的感染就对了哈。好，这咱甲看政府安那去处理啦，啊，甲因说多谢啦哈。好，感谢。啊，先阿来讲讲钓鱼台规矩，怎啊送予日本？嗯，这当然啦，那意外偷过来讲甲姚玲啊，同款钓鱼台本来就日本的呀。是。但是咱的政府官员你都讲袂出嘴，啊，借这个机会讲讲的安尼。啊，无物件咱下，啊，人咧替咱顾，你袂感觉足见笑安尼哦？头前吼，讲上侪白贼话啊，哇，吐袂出来啊！讲上侪白贼话吼，无人敢去甲吐槽啦。啊，大家拢对咧承认啦。啊，不过吼，今仔日即个场面，你佫包括蒋介石即个杀人魔王。嗯。早前国民党执政，伊咧讲白贼话，咧正常个啊。嗯。甲蒋介石了对啊，西装打扮变成世界伟人、民族个救星啊。嗯。啊，无疑个。敢那亲像民进党嘛，听甲耳啊啪啪呢，性格会食歌啊。无啦，蒋介石较袂啦，啊较袂的时阵，严重啦，蒋经国较严重。蒋经国嘛好啦，嗯，啊说啊讲袂的话就对啦，是安怎样啊？迄个已经经过学者研究调查，二二八的元凶杀人魔王就是蒋介石。嗯，啊，这是安怎样啊？佫无要吼公开，互咱的学生囡仔去读啊，藏伫历史资料、历史课本。予咱的学生囡仔去读啊，也是藏伫行政院，啊，先生甲你讲的，你免咱讲，我袂晓讲。伊个叫做官方认证啊。官方认证是咱校方无爱啊。吼，嗯，啊，这是毋是早前是我那对白贼话吼，听久惯习啊，感觉认为讲听久煞同我变真实的话，也是安那，咱也毋知，也是考量着讲，这如果若公布落去到底吼，停加这个啥，停这个。停国民党停迄个蒋介石即群人的起配面，互因派迄个管理即个台湾啊，是安怎？咱嘛唔知啦。可能是，可能是想讲啊，蒋介石歹到即卖，大家都知啊，我当面阁压迄个价啊。嗯，啊问题你一身红啊，遐尼大声踩伫迄个介石宝底啊咧，红底啊咧，笑脸底啊咧，互膜拜，人看袂爽啊。有足侪受害者，二二八的受害者观赏，当然人讲批评啦。江启臣啊，啊是所谓的这个战功，等于因那都另类人，较因那唔免讲啊嘛，因那都什么人去拍死什么人，伊都我当个蛇丸头，都是哦，你拍死阮厝的人，我甲你加讲哦，因你口罩的人就是这个冷静的嘛，伊都免讲，足侪二二八咱台湾人的受害者，你讲看到迄个相片，就看得硬，你敢知影？讲啊是安怎样，我杀死阮厝的亲人的人，到到今嘛，佮当遮尔啊大数据坐底下咧红牌啊，底下咧红尊敬啊。啊，政府啊，拢不闻不问，啊，办故财务啦，有像安尼讲转型正义，转型正义啦，啊，转对去，啊，正义对去，有啦，有咧做啦，政府有咧做，哎呀，有咧做对啦，嘿啦，啊，只是做咱无看到，偷偷啊做啦，无人知影，无人知影啦，参这个杀人魔王要甲互伊，大家再了解一下安尼。啊，既然大家拢了解，啊，甲公布较要紧。我就像我常常咧讲，台湾既然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呢，你甲全世界佫再讲一遍较要紧，对唔对？佫宣布独立，有人讲讲无啦，啊，都已经独立啊，天下间无人宣布离厝独立的，咱较是叫做宣布离厝独立。咱是甲强化讲，阮已经独立完成啊。啊，什么时机点，咱完成什么代志，所以咱台湾已经完成独立。啊，应该甲讲个清楚安尼嘛。啊，咱的独立纪念日是倒一天？好，咱的建国纪念日是倒一天？啊，咱的国歌是倒一条？咱的国旗是倒一面？大家讲个清楚，安尼讲，阮已经完成独立建国。
结果这间拢阿未用的，拢无，我阿未用，拢无，好啦，较紧啦哈。迄个拜六时啊，就免阁讨论这个啦，伤忝啊，伤忝点。啊，甲国嘛伫遐咧说，三十年啊嘛是还阁咧讲这。等下开放小歌啦。那哎，水哦，安尼好哦，好来好，感谢啦，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圣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电话哈，啊来感谢啊，咱先来进一个广告，下面再搁倒腾来哈，来感谢。哎，三片姐啦呐。袂歹咧，袂歹吼。你像阮小朋友食啊济啊吼，你食囡仔，差不多一个人差不多各三品啦嘛。嘿嘿，哦，啊，食了感冒方面感冒差足济啊。感冒继续。伊早若扫着无，扫一个拢，就夹起来了，一直感冒啊，啊，真袂啊，真若扫扫扫全好去啊。安尼吼，食这靠抵抗力、免疫力啦。系啊系啊，提供咧靠免疫力吼。嘿嘿，啊袂感冒。系啊，啊，阮朋友囡仔做个中耳炎啦，我报一下嘛是。什么炎啊？中耳炎。中耳炎。嘿，伊这个耳朵发炎，中耳炎。吼，耳炎发炎就对啦。嘿嘿嘿。啊，即个伊今仔爱看三抓。哦哦哦。啊，今仔吼，伊正早食这个月才开始食咧。吼。啊，来看一抓就好，啊来甲我讲吼，有够好个呀。有够好个吼。本来拢爱看三抓，即摆看一抓就好起。系啊系啊。哦，耳炎发炎啦吼。嘿，这个耳炎发炎吼。哦，安尼吼。系啊。迄一种症状呢？啊，即个该排除迄个毒素嘛，啊，所以我那会改善掉啦。系啊系啊，我就感觉我家你只，我感觉最近人拢甲我讲，你敢若有较瘦。嘿。我讲有啊，感觉去磅我有减一两公斤嘞。嘿，食这袂死胖，袂大颗啦。嘿。人会较愈来愈水。系啊。啊，较有精神。较有精神对，伊会甲你排除迄个肝的毒素嘛。安尼吼。嘿，所以咱人的精神就较好，啊，较无毛病。啊，恁的小朋友几岁啊？一个五岁，一个三岁，一个五岁三岁，啊，拢有在吃啦吼。有啊，两个拢在吃。吼，啊，姐姐即摆加做袂感冒吼。系啊。免疫力、抵抗力增加得较袂嘛。系啊系啊。啊，较袂去用传染着像即摆在流行的等下病毒啦。系啊，以前啦，人个小朋友感冒，含人做伙就对啊。哎，啊，即摆就袂啊。啊，袂啊。吼吼。啊，所以较放心啊。对对对。因为咱讲拢莫出去是无可能。无可能啦。系啊。啊，为小朋友怎啊关在厝的？系啊。一定爱出去，无嘛出去行行，还是逛街，种种个拢嘛会。系啊系啊。啊，你若过叫头。幼稚园嘛是拢大家吼，好传染着，对对啊。啊，咱若家己个有抵抗力、免疫力吼，也唔惊去用传染着。系啊系啊，哎，无咧老了不忝啦。对啦对啦，真好。啊，你家己有哪有咧食，有咧保养吼？有有，我都有保养。啊，你用甲我介绍呢吼？好，好啊，感谢你啦哈，谢谢哈。啊，这个脚骨哦，脚腕这伊也袂到遐紧啦，迄都爱食到四五公分会较好袂。脚腕吼，脚腕吼，迄慢慢来哈。啊，就是。哦，差足多，水差啊！本来也未压后讲，啊，今麦下讲。妈妈，你的手是讲本来安那后壁遐摸袂着呢？未压后啦。未压后是到啥物程度？会酸啦吼。好好。啊，会疼安尼啦。好安尼。啊，来压后就足酸个，拢无，啊，唔敢摇滚啊。啊，今麦食吼，差，哦，差真济啊，拢未安尼。好安尼吼。啊，我是讲，那食到三分有差，我会继续直直食啦。这无简单，这脚我若上看都爱开刀了。好安尼哦。哦哦哦，啊，你今麦是手这个部分已经改善了，真好了。嘿啦。啊，脚我是。差小可啊，来，你厝我才十工尔，哪有遐紧嘞？哦，你讲你食偌久啊？十工尔啦。十工哦。十工啦。打食十日尔就对啦。吓啊！好。我才切五了嘞。好安尼。安尼打基础尔啦。嘿啦。啊，变较紧，老实讲，我下棍啊五棍哦，食五棍啊有差哦，我都欢喜个。可能唔免食五棍。我一定你就拍电话过来甲阮讲啊。好。哦，啊你啦，卡啦，佫有改善，就去卡来呢。啊，送啊咱贵姓，要安怎甲你称呼？哎，我蔡太太。哦，蔡太太。啊，住倒位啊？板桥，蔡太太。板桥，蔡太太吼。哦，你感谢你哦。哦，祝贺，祝贺。哦，好，谢谢。我也讲。安尼吼。啊啦。我也。老骨较好，就去卡来呢。哦，多谢你哦。好来，真感谢咱雄狮大收听台湾人俱乐部的直播哈。信南公司好意有咱独家所提供的啦哈。咱信南公司的这三品许多三七品三品哦，你看这阿桑食讲哇，足好足好足好啊呢。两块见证，一个囡仔，一块囡仔，妈妈买给囡仔吃，一块是一个阿桑的对。所以咱信南公司这个许多三哦，这所有的三品的对啦哈，无分老港贱啦，人拢是吃五谷的。迄细胞组成诶，绝对会歹，绝对会好，安尼啊，所以每一个人拢加减有病痛，有诶严重，有诶较无严重，安尼利益尔尔。所以，若是讲即个免疫能力咧，即个抵抗力吼，是人人想要爱诶，对。
每一个人若是咧艰苦咧破病，讲啊，你无抵抗力啦，还是咧感冒啦，安尼就对，无抵抗力啦，搞病讲啊，你人拢无抵抗力就对啦，无免疫能力就对，拢要追求迄个免疫能力。免疫能力是医生寄来的，就是讲咱许多人生咱出来，咱出世了，咱的身体内底得有自然的免疫能力，这唔免去追求啊。每一个人就是拢安尼。什么人都有伊家己自然身体的这个免疫力量了，对。迄个免疫力量就是咧抵抗着迄个外来侵袭的病毒了，对。所以听众朋友，大家拢有诶，家己都有啊，你的身体都有啊，你家己唔知呢。所以迄种的抵抗的病毒，抵抗外来的侵袭，歹的物件，那是起到抵抗输于战输于，就来慢慢消失掉。迄时阵咱就艰苦啊。咱就白听就三声啊，就对。所以啊，抵抗赢诶，你诶抵抗咱若有强赢诶，咱就别破病。简单讲是安尼尔。所以每一个人我追求病也毋免追求啊，身体够用，营养素较高。咱现在国医所有产品都是安尼，要互你食，食互身体上互用，互有气力，互有元气，互有精神，自然的，你诶病也能力就重新去走倒转来。啊！你若虚味的、虚弱的人，安尼无精打采的人，安尼我跟你讲，连伊破病，病啊，你都无去，安尼就对。所以雄狮大，咱信阳公司许多餐，你甲食看嘛啦。一段时间过，大家明显感觉精神好，气力有，元气足，安尼绝对是一个好处了，对吼。有任何不了解，你拍电话，咱做详细询问吼。0800-0500-668 0800-0500-668。啊，你是非常的感谢0800-0500-668吼，这个是咱中国边付费的计费专线电话吼。来，咱即马一处呢，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罐的朋友呢，咱独加上三罐以外，咱能够提供济济的精品，要来给朋友做挑选，买。十罐的朋友，你当个金十四寸，像咱台湾制作流行的电风一支，你要个金孟特胶热天的薄碳啊一领，金一支平底锅，金圣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装的保存件，惠安素、喜乐清、金立明三十粒，这拢会用一道金一行为完成。啊，另外一处呢，个别圣山公司产品五罐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一罐以外，同款都提供济济精品，要让朋友做挑选。美国关的朋友呢，你当个金三米六保温杯一支，你要个金白沙湾起膏一条，金彭王彭泽半打，金无环子的洗头毛巾一罐，金清净海环保洗衫巾一包，拢会当咱一道金一项为原则。0800-0500-668吼，这支是咱吼全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来接落来，咱要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一首吼真好听的台语歌曲吼。这首的歌曲《明君爱你入骨》。风度的花蕊，讲讲人离别时事，为情是离离，痴情的爱，痴情的爱，痴情的爱，不管一切，真心的对待。你今年
情含在忧愁，因阮心痴爱，对阮表明几款境，比人来所爱。痴情的爱，痴情的爱，痴情的爱，牺牲一切，求伊出苦海。环境打击，不愿受悲哀，亲像挑战破阻碍，失败搁再来。痴情的爱，痴情的爱，痴情的爱，因阮提出人生的期待。好，来，感谢哈兰哥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转线0800-0500-668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哈。送货服务、产品价、整产品直接甲咱送到咱的手内，这拢无甲咱加收任何的费用哈。好，来，感谢，啊，咱继续过来甲进行节目看新闻。来，接下来咱要来甲看一篇新闻哈。这个澳洲议会议员来发布联署啊，联署批来挺立陶宛反对中共吼、哦、威胁外交啊，外交部呢，咱台湾外交部今仔日吼指出咧讲这个信函啊，得到五大主流的党团的响应，表示中国强会针对着单一澳洲国家的阿爸行为，已经超过澳洲的价值啦。啊，促使澳洲的议员吼、哦、超越政治公破来表达着团结的立场。澳洲议员对着中国共会的关系代表团团长就对了啦吼、啊、包括立陶宛啊，这个澳洲议会议员吼、哦、啊，共同啊领衔的62名重量级的澳洲的议会的议员，前三日有来公开来致函。写批予立陶宛总统、甲总理、甲国会议长，啊，并且附递澳洲人民的领导改善，针对着中国共会最近来的威胁恐吓阿爸，展现甲立陶宛团结一致的支持，啊，强调台湾伫国际社会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有的澳洲人民的会员国呢？拢有权利甲台湾深化经济、文化、外交的关系。啊，对着澳洲议会初一日的外交委员会以压倒性的票声吼、哦、票数就对啊啦，表决来通过优待的报告的案，甲相关修正案了后，短短两日，搁再一次用着具体行动来挺立陶宛、来挺台湾这两个民主的盟友。咱国外交部表示吼啊，由心的欢迎甲感谢。啊，外交部表示咧，讲已经有注意到这个联名吼啊，联名函总共得到澳洲五大主流党团来自20批会员国吼，重量级的澳洲的议会的议员的响应，其中包括副议长吼，啊，佮有这个委员会主席、
副主席、前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显示吼，中国军费针对着单一欧洲国家的阿爸行为，已经超越过啊欧洲联盟的价值，啊，促使欧洲议员吼跨越政治公破，大家齐心来表达团结的立场。外交部嘛强调啦，咱国是吼全球当中作为一个稳定善良的力量，将会继续坚守着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核心价值，甲立陶宛、甲欧洲联盟等理念相偎近的国家，诶，深化互利互惠实质的交流，并且吼用力来巩固着这个全球民主阵营的团结的力量。袂歹啦，以前中国咧阿爸台湾的时阵，世界各国也无感觉讲阿爸到啥物款的程度嘛。啊，即马阿爸到因的头壳顶来啊，因就发现讲，哦，我伫死中国啊，卡阿爸执行的安尼就对吼，糟蹋人糟蹋到无一块，对，逐项都干涉着人的内政。咱较早台湾若要创一个啥，中国就讲这个袂使，迄、那个袂使，这个不准，迄、那个不准。啊，因迄个时阵，因只欧洲连美国嘛跳出来倒枪声。啊，对对对，吼啊，所以。迄个时阵，大概还阁无发现讲中国的阿爸洛克是到到啥物抗战就对啦。啊，即摆变成啊啦，你像捷克要来甲咱访问一个啦，啊，立陶宛要来甲咱设一下办事处的啦，啥，伊逐项都拢阿爸着，伊逐项都糟蹋着。在即摆后面者了，都差不多知影讲哦，原来这个阿爸是遮恐怖，哦，所以因会团结做伙开始要对抗中国。我是感觉安尼啦，即即摆拢还阁算文明的啦，哦，算文的就对，听人安尼好，啊，同时来对抗中国安尼拢正好，希望有一天会变武力的，哦，武力就全部欧盟啦、美国啦、日本啦、法国啦、台湾啦，什么种种，大家拢联合做伙，做一遍出兵打中国，安尼唔代到底打到到底安怎哩啊？那可能一定足爽的。哈哈哈！哈，慢慢等啦。那是唔忙去赶紧发生啦。有啦有啦，吼，无看看来，头仔甲牵制中国，你看迄中国啊，迄直接看卖对因家己的人嘛是同款阿爸落壳，啊对其他的国家也是安尼就对吼。即个国家讲在台湾，还佫会当存，是吧？伫这個世界上还佫会当存在，迄是真正不可思议的代志哈。中国这个国家吼，不管是政府还是人民吼，真正会深深的检讨。哦，你去检讨哦。当然，因是唔知啥物叫做检讨。哦。啊，咱是嘴讲嘴讲。嘴讲嘴讲啦，嘴讲嘴讲。咱较早做囡仔的时阵，五阿人啊骄傲做一个中国人。嗯嗯。咱较早做囡仔的时阵就对啊，咱的祖先来自中国，咱五阿人啊臭样。嗯。咱是中国人，而且咱的。咱的祖国的国土有遐尼啊大，哦，迄臭羊羔唔知要对对倒去安尼啦。结果才几年尔，咱感觉讲做一个中国人是垃圾、粪扫、屎下个虫。做一个中国政府傲慢、毁类、含露嘛，无啥物差别。咱感觉讲做中国人是一种有够衰的代志，咱袂瘾含威武，咱家己要做咱的中国人。较外久的时间，尔台湾人对迄当时做中国人足骄傲，即摆变甲安尼。我感觉中国你家己爱好好检讨啦。本来就是因爱检讨，无要啥物人检讨。搞不好反正中国因即摆的官员就对啊，心肝头个底下是讲，哎、欸、奇怪，台湾人都含咱共种族的咧，共文化的咧，啊是安怎样嘛？开三万两万的拢吼，要含迄个欧美国家遐的北京人遐有诶无诶？遐底下呢，各家做一堆要来甲咱中国呛声，有诶无诶？安尼，因一定感觉做无平气个啊。即个，若讲共种族、共文化、共生，即其实嘛就拢无共啊。无共，系啊。是国民党，那是咧白色教育咧教诶。对啊，对啊，对啊，其实拢也无共啊。即迄个咱即卖有一句话咧讲，讲叫做华裔嘛。华裔吼，啊，结果你也看人去讲迄个好莱坞啊，是有一个影星就对啦吼。即个人伊就甲称呼叫做啥？你敢知影？伊就自称家己叫亚裔。哦，亚裔亚洲，亚裔亚裔冇人咧讲，哎，伊不爱用华裔，亚裔个点头较水，对对对，我是亚洲人，亚洲人，伊是亚洲人，亚裔。那先到咱咧称呼因澳洲人啊咧，啊，咱台湾，啊，咱台湾，啊，个一堆人，啊，个咧华人咧，啊，个他妈咧华人咧，系啊，包括插种地的人嘛，啊，个主人家己是华人咧，哦，贵公恁本，你着贵公恁西下个头，啊，你若讲华人，就等于你着是中国人啊，吼，你着咱算亚洲人。台湾、亚洲的台湾嘛，吼，亚洲人、亚裔这些拢会通。讲亚洲人应该是无人会反对，他是属于咱的亚洲人。对对对对，好啦好啦，来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圣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吼。
若无这波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就对啦，啊，全世界拢觉醒，做伙起来对付中国，或迄力度唔知要偌大个吼。是。啊，但是话阁讲倒转来，若无这波武汉肺炎的疫情，全世界各国敢知影中国阿爸生做甲这个惨状？应该知影嘛。啊，生意生意咧做，有钱人赚咧就点点嘛。有，安尼好啦吼。啊，所以这个咱较看中国的阿爸甲啥物程度啦吼。啊，全世界咱忍耐到偌久安尼吼。好啦好，感谢，空八空空。0500668668生产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电话哈，来继续看新闻来。来，这有一篇这个社会新闻，真恐怖哈、哦！这发生在咱台中14当前，讲有一名读国立中正大学铁六溪姓刘的女大学生，14当前安尼奇奇怪怪，突然吼来失踪去。啊，这个姓刘的女大学生呢，当时有一名同班的同学啦，这算男同学、男朋友啦。这个叫做黄铁夫啦，无想到讲黄铁夫因阿妈呢，讲六当前嘛，安尼莫名其妙、奇奇怪怪来失踪啦。嗯，警方虽然无去吼找到这名这个姓刘的女子、女大学生的下落，但是有去调查出得到啦，姓黄黄。诶，这名男大学生黄铁夫吼，涉嫌杀死阿妈，佮偷领伊阿妈将近有443万的假金铺啊，包括保险钱，互人上界惊吓的，就是讲吼，即、这个伫伊个电脑内底就对啊，去查询着讲伊曾经上网络去吼、哦，要找即个啥加巴机的加巴机吼的消息啦。包括吼，即个骨的吼，诶，即个诶器骨的消息啦吼，啊，佮包括吼，要安那吼人完全失踪顶的消息吼，伫网络内面咧查，啊，即警方怀疑已经将阿妈遗体吼已经甲加做肉上啊咧，啊，并且吼将全部将因阿妈全部即个假喙齿吼，都啊甲藏伫因阿公的即个啥的黄金案啊内底啦，台中地检署昨昏依着杀人啊，伫遐。这个杀害的迄血亲尊亲属的罪来个起诉，并且伊无法度人教化，直接建议吼法院甲判死刑就对啦。嗯，啊，这个姓刘的女大学生失踪的案件，检方即马阁继续咧调查当中，而且姓黄的这名男大学生，伊讲好林台死因阿妈，也去讲讲我即马做黄忙，阮阿妈紧回来呢，下一工呢，啊，这起诉书指出咧讲啦，讲姓黄的男大学生吼。伫因兜是大孙啊，啊，因老爸早早就来过往去啊，因老母吼，搁再嫁别人啦。哦，啊，这个大孙呢，都啊，互因阿妈、互因阿公请用安尼啦。啊，伫这个2015年4月吼，台西因阿妈搁再向着因这个大姊小妹吼定亲人，别使讲阿妈吼，即马人吼，伫这个休养院、安养院啦，啊吼，袂当吼见人就对啊啦。啊，而且就对啊啦吼，含主席、师傅就对啊啦，师姐吼拢去佚佗，游山玩水了后失踪去啦。2015年的4月，到家吼啊，2016年的7月吼，偷领因阿妈吼的假金铺啊内面总共已经吼偷领吼343万啦。2017年又搁吼指使着姓林的女保险员吼，将因阿妈的4份的投资型的保险解约。保险公司为着要防啊，这个避案的机制，佮调关卡电话啊，去因家来查问呢。结果迄当时姓黄的这名查甫人，佮塞弄因老母已经佮再嫁别人啊，佮塞弄因老母58岁吼，假做因阿妈的声去接电话啦，啊，互伊顺顺利利，佮再偷领保险金130万啦。嗯，简单讲，14当前，这个女大学生是安那来迄、那个。来迄个过往嘛，来失踪去点知？迄年多好，2007年，嗯，就是已经啊要毕业吧，嗯，啊对中华的老厝要等你好好，等你好好了对啦。这个姓黄的吼，诶，男大学生还咪是男朋友嘛，男女朋友嘛，嗯，调过去中华因兜，讲要载这个女大学生等你。等于用迄个学校准备要参加毕业典礼，真正常啊！啊，厝人是讲，啊，你交一个男朋友，咱就欢喜啊！袂尴尬啦，即撮在去就无去，无去就对啦。啊，无去了后的时阵，一直拢找无人，啊嘛无找无任何证据，讲这个查甫的去台西这查某的，一直到个六当前，因阿妈搁胖去，因阿妈胖去了后的时阵，去警察敲掉，讲因阿妈假喙齿，去落地迄个什么因。
阿公啊，金昂啊，金昂啊，过去敲着吼，因阿妈吼，过找着因阿妈寄金婆仔有诶无钱，拢念了了，伊共念了了诶，然后去查伊诶电脑，讲哦，迄段期间阿爸阿妈阿爸胖起，迄段期间就对啦，伊就讲去网络去。找讲吼，迄个加肉机一台偌济，要安那甲人消失掉，要安那甲人消失掉，啊，而且吼，迄个固骨的这个机械要安那买，啊，要安那使用，去互警察发现就伫遮，有咧调查这种有诶无？当然，伊嘛是一直死唔承认，但是检察官赶快来起诉，哦，这人足恐怖。对哦，这人真正拢是真诶话，就真正恐怖。啊，你女大学生到这样是完全找无人，无拢无消无消，全无消无消去安尼吼，啊，已经十二档啊。在内面听起嘛足奇怪，伊甲因家的人骗讲，因阿妈去安养院啊吼，啊对迄个着做啥呢？对人出去咧游山，讲对人输债去咧输去游山玩水，啥物种种，啊厝内人拢袂问讲，啊是倒一间，吼啊是啥物货，佮靠迄个安养院讲拢不做，都毋是即摆疫情的关系，佮吼即摆疫情的关系，有影有可能袂当去。啊！但是这个就做啥？这个较早迄安永伊随时要去看都买晒啊，对唔？那有可能诶！啊，这厝内人嘛袂感觉奇怪咧。嗯，有问啊，有问都，佮干那安尼讲啊，就不了了之啊。问问诶，尔安尼就对啦。好啦，好来好，安尼这即马咧甲起诉求处死刑啦，即马就看法官啦。是。就看法官吼，今仔法官时到，又佮看官了，佮讲讲，啊，这个囡仔细汉诶时阵都乖乖啊。哦，啊，大汉了做这代志，可教化之功能，那习惯就个免死刑啊！这真正有影吼。好来，感谢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哦哈。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下面再个倒转来，好来感谢。全台湾国多，干那咱信山公司咧做尔，无第二间啊，无第二间公司会怎做出许多山的成分？也有咱台湾人俱乐部阿星、姚林、钟天军伫咧甲咱介绍，这点我会当讲到遮吼。上次大遮爱食许多山可口的物件就对，吼、哦、类似的物件吼，千万你嘛买唔到去就对吼。欢迎去多少多锁定的山，咱招牌。二十多年了就对了，完全无变。听众朋友，新的人客、旧的人客继续来服用，这是无简单的产品了，对吼。欢迎去多少多山顶的时候，我特别来强调这三字啊。吼，啊，唔知什么意思？听众朋友，您可能无了解，但是我特别忽然了解，讲许多山就是咧全国干那咱台湾人有咧，台湾人俱乐部伫咧贩卖的呢，无第二间啊。无第二间公司伫咧贩卖即个物件了，对。也是咱台湾人家己，我当食了许多餐，对身体较有帮忙了，对。这点，即只甲咱雄狮大拜托，拜托，拜托，好咧吼，许多餐了，对吼。用许多餐来配合咱的软骨素骨头，吼。啊，金立明的第二代，目睭，就拢甲你顾较好，骨头骨头的毛病。目睭有目睭的毛病，血路通，雄狮大健个条件没有，食排便袂顺畅，所以呢，要过咱的肠啊，会清气上，食血路通，血完全活困，入去到地下底啦，肠啊壁一块垃圾污的物件杂质，食食吸收，放放我出去，这样就清气。你肠啊只要若清气，无这杂质在黏伫肠啊壁内底吼，你就袂生迄有诶无诶啊。哦，迄种个大拢知影吼。这肠啊会发生问题，中间几率即嘛是台湾是足悬哦，足悬哦，足侪哦，劳工症足侪哦，吼，所以特别爱注意哦。喜乐通这笔产品专门是咧过咱的肠啊，或者垃圾杂质唔茫卡伫咱的肠啊壁，迄肠啊壁卡条会慢慢也形成息肉，何为息肉？咱知影吼，裂啊，这台去挂起来，啊挂起来中间就对，你若早发现挂会挂负，啊无要紧无事啊，慢发现的中间就出事了就。所以特别互你了解，血路通就是你食一个就对吼。所以啊，个咱的五宝血路清，这血液血咧流通哦，你袂使无顺序啦。骨身骨的这个筋血筋骨内底血咧行吼，袂使袂出问题去。你若落去打过阵血油啊，这家家都血中间哦，这个血液开始伊就黏，啊就冻，都袂顺序，啊袂顺序中间伊可能慢慢伊就会积。
去踢掉咧。啊，踢掉咧收两年吼，你听种朋友通知出来，你甲想看嘛？为阿妈棍紧起闹，那踢掉咧，看你变来去处理。中风咧，完了为心脏就对啦哈，伫心脏个中间就对啦，爱撑筋啊咧。我一个朋友啊，我有朋友踢伫倒，踢伫脚啦。我先不信你敢知啊？脚袂惊啊？结果去大病院，用用个吼，脚内底迄。你睇的所在，当个当个像咱的心，用心脏经啊，那种个经掉咧啊，好痛过，痛过过就对啦。你该想看嘛？有这呢，有踢你卡咧，你敢想看嘛？好个在呢，啊那就胃闹起就变喏。所以胸肌大，我保许多清爱保养的原因，就是所在真重要吼。所以咱保顺健，咱男士朋友哦，你为哪个有诶吼？你家己知影哈？你若歹势讲吼，你家己叫。有当时吼，你无话唔知吼，还是你后生你袂可能去讲迄啦吼，安尼对吼。啊，所以这种状况，咱家己咧放尿，恁家己知影吼，好好注意一下吼。保顺健，血钾、尿泊酸、尿泊酸来背多爱注意吼。血氧素，这边血氧素就是咱美白胶一段吼，伫日本、韩国叫销售一年50,000,000粒以上啊。日本人、韩国人吼，拢有那病例，台湾吼病例有可能袂输因的，咱讲熟悉就对吼。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对。只要病例产生的竞争，吃血氧素一并一条，安尼就好吼。感谢有啉无了解，你拍电话，甲咱做详细询问，0800-0500-6688。好嘞，感谢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下暗的7点，啊，咱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送回服务，产品甲整产品直接甲咱送到咱的手内，这拢无甲咱加收任何的费用吼。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咱拜到拜六下晡时啊3点到5点，现场为咱所进行以外。咱伫每礼拜到拜六个下昼时啊，8点到10点有按现场播送个节目啦吼。啊，咱下昼时啊呢，联播各电台吼。啊，伫咱台北、新北家人，咱拢收听会到。这是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宜兰之声 FM 90.7，桃园大港关西台 AM 106.7，彰化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望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及澎湖风声广播电台 FM 91.3。以上，咱只电台伫每礼拜到拜六个下昼时啊，8点到10点，我那现场来为咱做播送吼。啊，节目刚刚有着小弟阿星，小弟阿林，以及咱张天君、张大哥伫咱线上来甲咱做诚恳的服务介绍。好来，时间的关系，咱准备了联播各电台做工商插播哈，啊，咱来听歌，稍等下工商服务了，下面再个倒转来来，感谢。
当作是眠梦，为何过数年，怎会搁来忘记你？今夜在房内，又是想着你形影，不知因阮目睭啊，难以的苦恋。含泪可爱的目睭，予阮再想起永远不会的恋梦。过了的长暝，又像一粒过一粒。流落的目屎啊，也是为着你。今日出彼岸，世间的歹命，亲像全部归在我。只有来抱着彼日错乱的美梦。来过我一生啊，可怜青春吧。好嘞，感谢在咱宁波国电台刚相差播了后，咱阁转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吼。送货服务、产品甲赠产品，直接甲咱送到咱的手内，这拢无甲咱加收任何的费用。圣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听众朋友，啊，这电话钱拢由咱公司这边再来做负责，免客气，电话甲敲通。推荐介绍咱所有优良的产品，咱拢欢迎搭配做购买。那么这个赠产品的部分呢，公司甲咱准备真侪种吼，和咱来做询问、做挑选，咱选一项为原则，0800-0500-668。拜老师啊，节目有点小李阿生，小李阿仁，伫咱线上来甲咱做新困的服务介绍哈。来，咱活动简单甲咱做一个报告来。
来，咱这有一个活动吼，这是咱台南市满道阿娇姨啊，伊的满道文旦吼，即马当咧采收。啊，咱如果若是讲有要购买文旦油啊的朋友呢，咱伫这个时阵吼，敲电话去甲做订买吼，上拄好吼。啊，电话是0955100000，0955100000吼，咱找柯先生，安尼就会用得啦吼。非常宝贵，感谢。哟，阿娇姨啊，这正老站满道的文档，即马数量应该存无介济啊啦吼，咱就把握机会电话甲敲通吼。好，来感谢，听歌，听一首好听歌曲，两面再去倒上来。来，邀请听众朋友做来欣赏这首歌曲，家人黄先生点播吼，黄一通老师演唱的歌曲《淡水模式》。好来。共同欣赏，感谢。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吼，《淡水模式》好来，今麦咱阁转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电话 AM 七点以前，咱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好来，今麦咱就继续来甲进行节目，咱拜六时啊呢，下晡时第二阶段啊，又得阿娘为咱所主讲，咱这是无所不谈的故事了，对啦吼。咱来甲看今仔日的无所不谈，要来甲咱讲什么款的单元，什么款的故事安尼吼。好来，感谢。
来非常的感谢吼，啊，咱这礼拜为咱所有听众朋友要来分享吼，啊，这件这个故事，这是发生伫咱北部吼，啊，这个台北市诶，这件灭门黑案，有个灭门黑案，有个是灭门黑案吼，翠岭路，哦，翠岭路，啊，这个翠岭路即马唔知个有这条路无，唔知呀吼，啊，听讲这个翠岭路吼，这个名。嘛，敢若亲像对香港的某一条吼，翠岭路啊，是啥物翠岭啥物所在地号名号过来吼。啊，这篇吼的文章吼，伊居民写讲冬至吼，上站的翠岭路灭门案，这是管仁健吼所写的一篇这个文章吼，管仁健吼，伊所写一篇文章吼，啊，咱来甲看吼，翠岭路的灭门迄案。之前是讲桃园北侧的灭门迄案件，哦，啊，即马变成是翠岭路，另外阁一件案件就对啦，对啊，吼，嗯，即国民党迄当时伫台湾，唔知吼做偌济，连啊吼匪类的灭门迄案，有够济啦吼。刚才咱知影，你像迄，那个啊林义雄马孙啊，即个算灭门迄案啦。对啊，对啊。来，咱甲听看卖吼，这篇是安怎讲的吼？即见面一下讲，当你不知不觉。就会想起到囡仔时阵就对啊啦，莫怀疑。你甲我拢共款吼，已经来进入中年啦，所以你会去怀念囡仔的代志。会记起细汉的时阵呐，迄个新闻、迄张相片的边啊，拢总是有写着两句话。嗯，这两句话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啊。冬至吼，用书努力啦，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一旦看得出你的年代的冬至就对了啦，是用来革命的哦。但是这个太平盛世的日子就是过久就对了啦，煞吼不知不觉吼，唔知对啥物时阵起就对了啦。台湾人呐，讲到冬至呢，就会去想着讲哇，你两个人查甫的夹做伙。哦，迄种叫做冬至，啊，甚至吼有真侪人啊，这个查甫之间就对啊，隔江有唱后庭花的代名词。伫蒋介石甲蒋经国统治迄当时报禁，就是袂当互你私人放报纸的时阵呢，报纸的销路全部拢爱靠完全无禁无忌的社会新闻。而且啊，这个记者除了吼爱真够写啦以外，也个吼有法度人从凶杀案写到那亲像连续剧以外吼，为着啊报道的方便，凶杀案头前拢会去加一个地号名。你譬如讲五谷相思案啊，譬如讲江子翠分尸案，加地号名，加一个地号名，好人好记。啊！记者伊若提无到消息，伊都爱想办法去写剧情啊。剧情就像迄落、之前所讲的迄件桃园北侧的灭门黑案。系啊系啊。啊，包括吼、哦，这个翠岭路灭门黑案等等，安尼方便吼、哦、看的人就对啊啦吼，阅读大众会当吼口耳相传。啊，所以这个较淡薄的少年家囡仔就对啊啦，他一定吼、哦、真无了解，啊，就明明。五谷了对啦，都、就是一个吼乡镇，啊，这个江子翠起码无伊嘛，佫一个川里啊，啊，今仔日所讲的这个翠岭路一条路尔呢，啊，你是条路尔，但是实际上，伊只是北投山区的一条细条巷啊，尔，佫唔是路呢，是安怎样？媒体伫咧落标语的时阵，有差价，尔侪大细目啊。其实吼，这不难理解啦。五谷甲江子翠当时迄个所在是兴水区啦。啥物叫做兴水区？就是吼，伫这个溪流水边啊，两边吼，诶，这个浮出来，诶，这个啥，诶，土地，吼，这个叫做兴水区啦。啊，那种水的时阵就无伊啊，你啦，诶。诶，当讲真人，足少人行较高，啊，因此才会称作吼。台北凶手起死的地点，啊，那即马咱要讲的，讲这个翠岭路的灭门黑案无同款呢，这个是直接抬死的，伊的尸体就是直接放伫这个所在。哦，
无像咱拄只报讲姜子翠是伫别位台死的，甲尸体刷去呀。五谷相思案嘛是同款啊，伫别位台死，甲尸体杀去也平掉的。啊，这个翠娘咯，伊案件无同款，就是一来伊是灭门黑案，甲分尸案的差别吼，是尸体死亡的所在，现场只有一位。啊，二来呢，北投当时就对啦，已经吼改属于吼啊，这个哈拉市。啊，属台北县的啊，人口嘛已经超过200,000人，必须要标明街道、街路的名。这个统计才我都能清楚来辨识就对了啦。所以媒体同我简称这个案件叫做吼啊，这个翠岭路灭门案。翠岭路伫底呢，伊拄好伫北投的珠海地区。啥物号叫做珠海地区呢？珠海大家稳当听无啦。嗯。啊，那地区大家都听有啊啦。嗯。就是拢国民党迄当时，遐一挂吼万年的老代表咧住的所在。哦，特定的迄个官府啦，啊，那无就是迄落算做官的咧住的，啊，有诶无诶安尼啦。对。地区啦，地区就对。啊，这个头前后边佫加一个挂符，是因为这个所在并唔是官方家己制定好的名。嗯。这是大家去较好的。哦。因为遐拢住即个老国代，台湾人甲叫老七，啊，就甲号迄个名，号做讲特区啦。珠海特区。哎，但是大家唔通以为这是吼建筑商为着要宣传的用意，因为即个名吼早伫半世纪之前就已经出现啦。即马诶，即个私立超级名称贵族学校，美国中学当年卖讲无中学啦，连即个小学都掉啊啦。嘛，只是美国迄个育幼院附设小学的时阵，美国中学现在的所在叫做珠海中学。哦，简单讲，珠海这个名，古早咱台湾就较好啊。嗯，啊，因为遐就是有一挂迄个啥物大官大官住伫遐，所以甲改做特区。嗯，啊，后门头前这条路叫做珠海路。哦，对，新北投火车站头前的光明路行过来，爱先挖入去吼中和街。啊，中和街搁在吼西里边，珠海路，珠海路搁在挖中村路，中村路搁在挖入去，最后你得看到翠岭路，嗯，遮全部拢是吼足大平数，而即个有钱人咧住的厝，无啊，这都是算官咧住的吧？官咧住，拢是官，全是拢是官员，拢明代啦，官啦，所以吼比北岛人加迄个清河共和国珠海特区啦，嗯。啊，既然是特区呢，当然内面住的人唔是你我，只一般老百姓有在当入去住的。咱即马故事开始要来个讲起啊。嗯，1949年蒋介石啦，迄当时唔知安怎样落台，啊由李宗仁来做临时大总统迄段期间、嗯，嗯，结果后来内战就对啊啦，情势逆转，李宗仁当要紧绕跑对美国去。蒋经国嘛，蒋介石啦，这个时阵又个吼，宣布伫台湾宣布讲吼，复兴自私了对啦。佮重新上台啊，重新佮再做一个总统。嗯，虽然蒋介石伫中国战败，但是伫台湾伊有一定的兵力，佮再加上迄当时的北韩的英明领袖金日成的雪中送炭。雪中送炭毋是帮助蒋介石，是毛泽东去帮助伊。嗯，伫1950年的热天。发动了寒战，嗯、美军迄当时才派第七舰队来封锁台湾海峡，和迄当时拍输走赢，即群走路兵啊来到台湾，包括蒋介石在内，会当吼喘一口啊气的。问题就是蒋介石这个时阵，你若要自称讲是全中国的总统，要用法统的这个招牌来君临台湾，你就必须要爱有国民大会的加持啊。偏偏原本选出来的2961名的代表啦，讲伫即个蒋介石拍输走赢迄段期间，有人去加入共匪队啊，倒匪啊，倒匪啦，嗯，有人叛去啊啦，唔知是死去还是走对面，唔知啦。啊，伫台湾剩几名？2961名，剩三人尔尔。无啦，三位数啦。哦，三位数，反正讲不对。剩几百个啊？剩几百个啊？个十百吼，剩几百个啊？就对啊。我是讲剩三个，剩几百个啊？啊，这个蒋介石呢，为着要民主呢，只好同我拼对香港去。
伫香港有一个所在，讲叫做吊颈岭啦。即啥物所在我唔知影。吊颈岭中莫名其妙吼，又去甲你创一堆代表来台湾来补遐个亏就对个啦。吊颈岭其实就是较早迄个了做啥呢？国共内战了后有无吼？啊有一寡兵啊走对香港去啦。哦，啊去香港了，淹一个山坡地吼，啊怎伫迄个所在落地生根啦？哦，啊但是遐边有足济人拢会去想迄个厝嘛。嗯嗯嗯。啊想讲即个要等反共大陆，愈等愈无希望啊，对不对？嗯嗯。啊时间一个久尔，未少人有诶想未开啊。所以吊颈岭上早伊诶三字是叫做吊阿妈棍啦。哦，是安尼哦。吊颈岭啊，就讲遐常常发生老兵吼。吊岛自杀。对，思乡啦吼。啊，吊颈岭后来怎去咧？香港政府讲，这名实在是唔好安尼啦。啊，时间也久啊，恁阿麦阁想讲要转去啊？吼，较较青咧。有啦，要转也是要登记安尼。啊，对啦，对啦。啊，所以呢，煞甲改名改做吊颈岭。哦，就是安尼来，我做广播所在。讲底啊，发一堆这个国民代表过来啦。原本宪法内面规定的国代的代表就对啊，就那亲像美国的选举人团安尼，无领薪水的。而且真侪代表本身就是拢政府的高官啦，连蒋介石的东西嘛做代表呢，国民代表伊嘛有分呢，所以呢有薪水人领，无薪水人领拢无关呢，反正伊咧做大官本来就有份薪水啊嘛。但是即摆蒋介石就对啊，就是修宪吼，要来吼。连任九甲四安尼啦，所以习近平那个输蒋介石，蒋介石早就不接摊啊，一个输舔舔的对。有啦有啦，又搁要当选的票声票数卖相歹看，嗯、啊对着这原本伫香港的这群难民就对啊啦，来到台湾伊也要套路啦，嗯，吃霸龙溜脸，唔知要创啥，即马煞会当含蒋介石同款呢，做甲死。薪水领较水，虽然伊无薪水，但是注意哦，嗯、后壁有一条钱的支付因哦。嗯、而这个资深的国大的代表就对啦。当然，迄当时的东华杂志拢讲因叫做老贼。老贼。嗯、当然，这群人对香港来到台湾有机会啊，会当捞就捞，会当混就混嘛。因为蒋介石需要因收，有需要因拿票，好，伊做继续做总统安尼就对啦。国大的代表了，对啦。虽然无领薪水，但是足奇怪，有一条有几啊条足莫名其妙的钱，有税费啦，嗯、有工费啦，有研究费啦，嗯、有开会的费用啦，嗯、有食饭的费用啦，也搁有这个午休费了，对啦。连昆仲岛都费用了，对啦。莫名其妙了，对啦。讲这价格的吼，比薪水较大条。嗯、每六年都爱选一道的总统了，对啦。对蒋介石选到蒋经国，搁再讲了对啊，每选一道总统了对啊啦，蒋介石、蒋经国得爱上国代代表一栋楼啊厝。哦，六年一栋。哦，六年上一栋安尼哦。六年一栋啦。嗯。对新店的中央新村、内湖的大湖山庄、树林的中央社区、北投的基业路等等，因伫台湾真正会当讲处处为家，处处家啦。哦，人处处为家，处处家是咧只讲一个流浪汉，啊无厝，啊行到对头就是等于因厝，啊因家即群老贼就对啦，真正行到对头，因啥物所在拢有伊个厝了，对啦。我这条咱个唔知影呢，这个历史，这也无管恁真下厝了，咱还知影。有，哦，六年领一栋厝，安尼啊喂，啊你无代价，我要选你做总统。哦，是，有影有影。珠海特区嘛是伫这种背景来成立的。内面带一顿上名，或者老七的万年国代啦。当然，伫老七甲两蒋的这个相任为国，一连再连了，对啦。刷单地书这群人，的这个合体呢，啊，带伫内底这个合体吼，这老七就死啊。嗯。因为蒋介石做完了，蒋经国迄毋知几十年，老七应该死嘛，都爱死啊。嗯。啊，死则厝边安怎？嗯，无要紧。阁有七囝七孙继续占咧大呢啦。虽然蒋介石、蒋经国连任太济道啊，何止个老七了？对啊，厝真正济家吼住袂完啦。到尾啊，要安怎？就是用卖啊，啊无就用租的啊。但是特区内面风景有够水啦，迄埕道每一间个埕道是安尼，哇，弄空旷，外人要住入去珠海特区，用租的、用卖拢无上呢。
啊，那是路名或者翠岭路，是不是老贼要提醒住伫遮的即群小贼、小小贼，包括私生贼，有钱就一定交钱啦，交钱啦，嘿啊，这免不了有一挂迄个私生贼嘛吼。爱吼，会记即当年吼，香港的即个警吊林就对啊啦，吊警林哦，吊警林啦吼，的翠岭路就对啊，得那亲像吼。上介只叫咱得爱勿忘在举，啊哪安尼呢？咱只吼无住伫地区内边的画画的签名，就无需要知影啦吼。来，即马开始故事进入吼恐怖精彩的时阵啦。1947年的4月27日的透早1:30哦，啊民望山了，珠海地区突然间突然停电。停电。来。啊，意思是讲，迄个所在是罕伫咧停电，就对呢。无啥大寒好，你个就算讲台北市停电，大寒好，你大所在当停电。台北市也当停电，总统府蒋介石咧大迄间办公室也当停电吗？你只台电的董事长，唔免入去迄个枕头。笑的哥，好。所以即马介绍完即个珠海特区了后吼，原来就是拢一挂老表老七咧大个所在就对吼。啊，老表老七死。就伊个囝吼，查拉囝、查拉孙安尼继续落去养安尼啦吼。好，即摆来讲到1974年的4月27号透早1点哦，来，这故事就要对这开始讲起啊吼。啊，咱先来进一个广告，稍等下，连咪再个倒转来，来感谢。啊，非常感谢咱敬爱乡亲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直播哈。即马是广告时间啦，要来介绍咱信诚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山这产品就对哈。欢喜喜多笑多山顶的山，许多山这边高将是28栋啦哦。乡亲时代，好来个注意一下，真正好的产品，28栋也搁咧奉行。经过30栋，嘛是也搁咧奉行，因为咱人的人体就对啦，构造就对。白听一定拢差不多伫遐啦，所以雄狮大，什么人食有效？十栋后嘛是同款食有效，所以狮驼山是非常值得咱雄狮大好来甲处理的这个物件了对。因为咱人的身体哦，食过这个物件是不得对了哈，拢唔知是好阿歹，唔是啊有杂质无，拢唔知。所以接落去了，当咱讲报纸那报，哦，夭寿啊，什么人去做这个夭寿油咧红食，定心呐、啊。哦，对不对？啊，农药、食物，这些农药，这些不应该吃到巴肚来的毒素，那拢唔知吃到滴巴肚来，所以就最近停止下。你敢咪当无注意吗？身体无调理吗？所以有人有个人哦，感觉讲，哎、欸，我都40-50岁尔，我是那个治着高血压，是那治着糖尿病，哦，啊，是那机能、五脏六腑真侪问题拢产生。甚至心也无好，雄气大，这拢是提早老化。啊，啥提早老化？就是你本身生活过程中间接触的垃圾杂质太侪了。这哦，这真正哦，提早老化有影了吼，安尼吼。所以雄气大，更爱挑种朋友，人就对了吼。这个、保养对这身体最重要的是啥？心灵代谢爱顺数。你开始机能在出问题中间，就是心灵代谢不顺了。规个乱哩，乱哩就对，机能会乱。啊，乱哩了，伊慢慢慢慢一项注意，注意个机能，伊开始就退化。啊，退化了后就，咱人辛苦白听，你就代掉了呀。所以变啊，好咱这人个身体、新陈代谢会迅速，会细胞个活性化，这是非常重要个一点，对。咱信诚公司许多山一当做到这。咱女性皮肤，大家拍电话入来，上尾拢有甲咱讲啊啦，你敢知？讲哦，我即马食着狮驼山，食一段时间了后，对啦，迄皮肤继续水，体力继续有，精神继续好，
像上次话，迄、那个蜻蜓在下的顺序，皮肤那较会水啊，那未顺序，皮肤无可能水。咱讲事实就是安尼。或者咱人看这个面呢，面若是有光强，我、哦、这個、人身体就用；面若是暗淡，面色无好，这個、人身体上头有出问题了，对。真清楚就是安尼了，对。虽然境外风气大，咱石头山。好好来个利用，最大的目的就是这所在了，对吼。所以以石头山这三边为主了，对，我哩抵抗力一强，体力也好，吼，而且慢慢啊运作正常。你若已经乱的人吼，来吃一段时间过了，慢慢慢慢也调整得当啊，对，调整得当啊。以石头山这个为主吼，有恁骨锁骨头，恁、那個、骨头咱就知影吼，哎，训练啊，这顶骨空啊，肋骨别过向迄边啊。骨头吼、哦，那叫骨质叫流失去了，对啦，骨头是会怕的呢。你走路会疼呢，足侪人走路会疼呢，袂堪咪行呢，袂堪咪徛呢，袂堪咪拗呢，安尼啊。啊，老大人啊吼，那骨头若怕去了，就容易破，容易歪掉，歪掉的中间也破去了，对。所以这真重要，软骨素做保养吼，互、哦、你介绍软骨素互你了，对。这金明的第二代。金立明的第二代是米巴这集团吼，重新研发的了，对。要经过啥？经过这个无温度，在零下的气温以下落去做，伊成分太高，所以佫无这种日光灯啊，日光的灯光啊，你做过程中间吼，气温也降低，所以你要克服这个日光灯，包括着温度零下以下。去完成这个物件中间就对，以及叶黄素、叶米黄素这种物件，伊的升温会保持较高。所以这第二代最重要的是这个这两点就对。无咱第一代咧做得好好，第二代升温较高，咱当然爱第二代给咱吃，对不对？这是米巴只有一团的团队去研发出来就对。所以别别咧吃，咱来吃升温较好。较悬诶，金立明诶第二代吼、哦，感谢吼，喜、哦、乐通过长啊，长啊，到底要过用，未使有先失落，未咱未使有先失落，喜乐通看长去做好用，就无唔对啦吼、哦。我报喜乐清血液，这个血液按摩木，我常常伫咧讲，大家跟个咧讲个对啦。血液伫咱诶血经咧流通，包括中年军诶血经，到底有流通无流通，我嘛唔知啊。但是我逐工我都咧食，安尼啊，你一两年嘛。啊，暗时啊两粒，啊，若上计是去中途去食两粒安尼，足简单诶，就是安尼就对了。啊，互你保持即个血液诶流通，会顺序，袂叫落去，较袂塞诶。塞伫心脏就好，无好，塞伫食力，啊，塞伫脑也食力，安尼就对了。所以循环互伊顺序，这嘛真重要吼。喜乐清，我保喜乐清，保顺健，男士朋友，一项尔，你无算，你无算，家己咧放尿，家己知影。拍电话过来，甲咱叫保顺个顶个服用吼，血红素。血红素就是咧贫血的人需要吃个物件。详细做检查就袂了，目睭会涩，头壳会咱晕晕晕晕，规工感觉晕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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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个贫血咯。除了你感冒啦，感冒那头壳会晕会晕啦，吼爱嗽啦，种种啦。啊，你若无嗽，也无流鼻水，敢若不时就规工在当。感觉头壳拢未爽快、未清彩，迄类型安尼对，啊，无啥物病哦，无感觉讲我倒无安那哦，干那只头壳未清彩安尼尔，有可能是血不够、欠血、贫血。所以风湿大，那是有遮症状的人，只要你贫血的人，你食血红素足简单就对，早含两粒，上计下昼时啊，搁食一两粒安尼尔。所以这是真简单，互咱会当血会当有补充起来，互你身体好血。机能的运作的正常的物件，血红素。感谢吼，有任何不了解，你做你拍电话，甲咱做详细询问。0800-0500-6668。
山好。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来，咱即马故事搁再甲回倒转来。你讲迄天，1974年4月27日的透早一点啦，迄当时大家拢困甲长落眠，一珠海地区突然间突然停电。当时佫兼遇到全球第一次的石油危机啊！为着要来节省能源，台电拢会时常分区来停电啊！啊，这对北投人来讲吼，这也毋是啥物稀罕的代志啦。但是对大伫珠海地区内底的这一挂大官大官，包括伊的眷属了对啊，当然规暝困袂去啊！彻夜难眠啊！因此，因为这个所在竟然那是地区，哪有可能会当让你随便来停电呢？大家刷单吼，心肝可能安尼皮破菜，真奇怪。但是嘛，心知肚明啊！天光了后，就知影发生了什么大代志了。一直到个迄天的透早七点的翠岭路。15号，一名司机叫做赵发弟啦。
含一样同款，照时间来到吼翠岭路十五号，要来接大小姐的小少爷甲小公主去文林路的树林宪兵队的对面的一间美国学校读册啦。但是因来到的时阵，竟然发现到外口钉到的铁门就对啊啦，无关。迄铁门毋是规片哦，是像用栏杆安尼吼，安尼一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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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尼的铁门无关。伊就感觉讲代志不妙了，但要紧，惊对钉到内面入面，看到楼卡的门也无关。但是楼卡迄当时无半人，拢无看到人，伊就想要敲电话去报警察啦。但是电话煞敲袂通啦，电话煞敲袂通，当赶紧的走去吼，走出门呢去啊厝边隔壁吼，啊叫厝边隔壁吼帮忙敲电话就对啦，算用伫厝内用厝内电话要敲袂通，当要紧走去厝边隔壁。叫人吼斗三工吼来敲一通报警的电话。北投分局这边一个接到报案的电话，讲是珠海地区内底翠岭路十五号有问题，惊一个龟身躯青瓜蛋硬病出来。因为翠岭路十五号这块门牌号有玄机啊，原本这一号的门牌号应该那叫白边就对啦。应该是翠岭路十三号，但是迄个厝主迷信啊，认为讲十三这是吼一个足无吉利的号码，坚持爱改。伫迄个年代就对啊啦，火警啦、消防啦，拢总是警察伫咧管的。全台湾对一条路、对一条巷啊，会对一间厝，若遇到十三号，会当跳过人过。无可能，但是因为厝主的背景足特殊啦，这一号竟然单改做十五号，而且厝主呢，还阁将厝吼出租，和迄当时日本驻台湾的大使吼，即、這个办翻修。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了后，美国都拢还袂甲台湾断交的。日本就提早进行一步和台湾断交，引起了吼国际三界模仿啦。蒋介石对迄当时的日本的当讲混之入骨啦，发动了各种反日的示威，警察嘛作烦恼吼，擦枪走火，正好加在调查了后，发现着讲日本的大使一口罩的人。在这个断交了后，早就已经搬离开啊。厝主嘛已经将这间厝收回倒转来家己住，也就是讲，即马住的不过是只是一群高级的外省人尔尔。这个北投分局的民警呢，来到现场了后，发现到这间厝，哦，迄、那个面积平数有够大。啊，室内就对啦，干那吼，室内的坪数都有170坪啦。厝主就是私立东海中学的董事长，这个叫做查水吉啦，查调查的查啦，水就是井水的水啦，黄月水老师的水啦，吉就是知乎者也迄个吉啦，查水吉就对啦，查水吉，伊就是。私立东海中学的董事长，楼卡一切拢好好，无看到有去有贼仔并过偷摕过物件的痕迹。但是到甲楼顶真正凄惨落魄就对啊啦，有够凄惨的凄惨，土土土三二土连做伙啦，四间房间内面就对啊，倒五具的尸体啦，包括。主人房，迄间主人房，阁有即个啥浴巾。厝主的第二后生查明杰，迄当时25岁，
桌柄的胸坎被拄一刀啦，死伫门窗边啦。外孙严兴中16岁，身中三刀，致命伤伫桌柄的胸部啦。死伫椅仔顶，另外女佣呢，陈玉珍41岁，载着外孙外孙女的这个啊王小芬9岁，困伫同一间房间内面，迄死甲有够凄惨的。陈玉珍身中9刀，死伫涂骹面。王小芬身中安尼啊11刀就对啦，死伫门窗顶面。啊，若是讲外孙呢，严某梅迄当时14岁，死的原因搁再足奇怪。正平一卡正平有一道浅浅的刀痕，但毋是致命伤。调查了后，发现讲是死伫无愧啦，下体有缝验出有即个O型的即个精液个，简单讲就是向强奸过。警方初步调查，凶体的面积有够大，门窗有够多，要逃走并无困难。搁再讲死者又搁吼，拢总是个人困伫个人的房间内面被抬死的。足明显的，咱看到凶手绝对毋是一个人。另外，根据着死者的刀伤的伤口了掉啊，因为是两种刀啊所抬的。一种刀啊是吼单面的啦，单面有内的啦，有刀把的啦；一种是双面的啦，有刀把的。简单讲，一种哪像剑，啊一种哪像刀安尼啦。嘛当看到凶手至少两人，由刀法来甲分析。台西女佣陈玉珍甲着女童王小芬的凶手，刀法乱糟糟，虽看到知影讲啊，即、這个青手去抬的。啊！若台死另外两名的人，哦，迄、那个刀法足熟练的啦，足老练的啦。台北地检署首席检察官吼罗翠如对着即个面门迄案真重视，命令检察官萧顺应嘛萧顺水啦，赶紧赶来现场，来指挥刑事警察局长吼李俊孝，包括台北市刑警大队长罗金波。副大队长洪鼎元等人全力来调查，刑事科、刑事局科学研究室的主任陈玉珍、法医杨日祥、高坤玉嘛来到现场。伫这个房间当中的橱啊、的橱啊柜内底就对啊啦，有发现到去放并过超过的分只，但是并无作乱。因此，警方研判，这应该是仇杀、报冤仇来杀死人的。迄、那个年代，蒋介石、蒋经国的时阵呐，嘛阁禁止台湾人出国观光的呢。但是有钱人同款，有法度人用着考察的名义来去到外国、国外、海外，处处扎水子、加阴谋吼、遮黑丁呐。就是伫21日的进程去到美国考察，考察含即个教育事业有关的代志。因的5名后生，3名查囝，第3后生查明勇，第4后生查明武，拢还搁咧做兵。啊，那第2查囝呢？查明玉伫泰国，第3查囝呢？查明湾，第5后生查明丢，拢总伫美国呢。所谓师兄住伫厝的，只有大汉后生查明仁，甲第二的后生查明杰，大汉查囝查明远，甲伊的三岁后生查囝严兴中、严晓梅、王小芬吼、严晓梅、王小芬，即、這个王小芬因为吼过户因的姨婆，所以改姓王，包括女王陈玉珍，包括吼。只有你是诶 ，D N 两位司机甲两名女佣，警方研判凶手可能就是以查明远为找冤仇的对象，即个五人呐、啊，而且乱刀来杀死困伫大小姐房间内底的女佣陈玉珍，
因为查明院的翁婿的情母啦，杜某某，杜某就对了，40岁，进前曾经因为财产的问题，骨力道来到吼，因家伫遐咧吵吵闹闹，地主被列做约谈的对象。听众朋友，又阁是一件面门黑暗。到底这上台的呢？咱先进大广告。这个面门人阁较济呢吼。嘛是共款4-5个吧，5个啊，哎，我甲听到5个，5个，好，来好来，好，小休困一下，啊，咱来进一个广告，念伊才阁倒转来，好，来感谢。来，非常的感谢吼，啊，咱接续落去要甲听众朋友来介绍吼，这是咱圣山的喜乐清。圣山喜乐清吼啊，这是咱这个加拿大尾巴药厂制作而成一个真好的产品，啊，伊专门来针对着咱的心脑血管吼所研究开发出来的一个产品，这对咱真好。啊，咱长期来甲使用吼啊，会当确保着咱这个血管壁的流脓，长期使用吼啊，会当吼预防脑中风、预防心肌梗塞。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制作出来这个喜乐清呢，伊最主要有五大成分。所以咱伫咧介绍啊，这味的产品，咱拢会时常强调吼五宝。五宝喜乐清，伊最主要伊内底有南极的红磷虾。啊，当然这个南极的红磷虾，你对中央甲萃取出来的物件，对咱人的身体帮助真大。啊，咱简单甲讲两项就好。就是最主要，伊会当改善着咱的脂肪肝，包括会当增加着咱脑部正常的运作。尤其即马唔知是安怎，因为咱的中辈时代年岁若有，敢若亲像记忆都一直歹去啊。啊，这就是代表讲咱脑内底欠缺有某一种的成分。啊，这种的成分就是咱红极的啊，这个啊南极的红磷虾，伊内面会当给咱补充，吼啊，所以对咱这个中年过吼，而且个脑部诶正常的运作，伊有真好的帮助，长期使用。啊，这是咱南极的深海壳啊掠出来红磷虾。另外，要来甲恁介绍，就是北极壳啊深海掠啊掠到的这个青鱼，包括伊的肺啊，包括肺鱼吼，内底所提炼出来的这个啊鱼油、Q 天。啊，这物件，伊最主要是咧帮助咱啥物呢？帮助咱维持血液循环正常，包括对心脏病，啊，包括对糖尿病患着糖尿病的朋友，这拢对恁有相当好的帮助。另外，就是天然小麦衣，啊，这个防止咱的动脉硬化，啊，包括防止癌症、防止脑化，包括防止心肌梗塞、防止脑中风，真好的物件，真好的物件吼。再再来就是巴西的甘蔗元素，这个巴西的甘蔗元素，伊最主要是会当啊降低咱这个歹胆固醇，啊伊会当吼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咱人会体个身体内面袂当无胆固醇吼，啊所以伊会甲这个好的胆固醇留落来，啊甲这个歹的胆固醇吼，安尼甲你降低，甲你去除掉，所以咱五宝喜乐清。这是真好的物件，啊！你长期使用了对啊吼，啊，会当确保着吼，啊，恁这个血管壁的流脓，啊，确保着血液的流透顺序。尤其咱即卖人真侪是拢食好嘛，啊，食好有可能你欠少运动，也是讲你食好欠少运动以外，蔬菜水果你又阁无想要食。啊，你如果平常时你若有感觉讲颔骨啊紧，啊是讲咱的肩胛头，你感觉讲哎呦奇怪，安尼酸酸，安尼硬呛硬呛，你爱注意啊，你爱注意，有可能伊是。你甲咱警示，伊是咧甲咱讲讲，啊！你平常时欠缺运动，啊，蔬菜水果食了无够，啊，所以你即马即个血液个流透吼无顺，吼无顺，啊，地疏暗骨啊紧，暗骨啊紧，安尼硬呛硬呛，会肩骨会酸痛。包括咱人身躯顶真侪所在嘛是安尼哦。你有可能你个手骨迄个所在，还是讲你脚骨迄个所在莫名其妙，感觉最近拢安尼酸酸呢？啊，唔知个人有可能你个动作讲，啊，干咪叫伤到？运动伤害、工作伤害，无一定是安尼，有可能是咱这个血流、血客、血液咧流透未足顺序，啊，未足顺序会致使遐个症状，这我有相当的关系。所以这种情形之下吼，咱要先甲报告有够清楚着，我报迄落清，专门要处理遮个。所以时阵呢，这个血液吼一定爱注意吼，我报迄落清。除了这边足清楚，我报迄落清以外，信诚公司
许多山，这大家拢知影吼、哦，配合软骨素，金立明的第二代，吼、哦，这目睭，喜乐通，这对这肠的保养，包括着他拄啊讲讲五宝喜乐清吼，啊，保顺健，这是咱男士朋友尿不散，食保顺健吼，袂顺输吼，你放了家己知影吼，血红素，就是贫血需要一笔产品。唔免食食物哈，食迄个补血迄吼，迄有哪有哪补会够袂够？迄另外基础了着。血红素真简单，唔免乎你动刀、动鼎啊，补血着爱去煮啦，有诶无诶，安尼啊费气啦。血红素食简单，早暗甲食两粒两粒，下昼时啊去加两粒，安尼就 OK 了着吼。这是咱血红素，感谢0800-0500-6668。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部到这有哪会暂过一段落吼？咱0800-0500-6668的电话 AM 七点以前，啊，咱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来一件，这个病门黑暗呢？嗯，这个病门黑暗到底是不是由个国民党做的呢？敢是个特务来抬？是不是国民党的特务来抬？嗯。这当然，这唔免怀疑，唔免怀疑哦，唔免怀疑哦，因为一般人就对啦，无可能、嗯、一般你要去抢劫也好就对啦、嗯，要去做菜要共偷摕物件好，无这个台湾。干嘛处处嘛？不过是咧办学校的尔，处处也未办学校，进前的身份太敏感。哦哦哦哦，原来是情报局的人员，原来是军统局来的人员。阮当有个特务来台对啦，有有有有了解。过来台湾了后的时阵，伊较解读去办这个啥，私立的学校。是，好，安尼咱后礼拜再个继续来个听了，这是这个了做，这另外一件的面门黑暗啦，嘴听路的面门黑暗哈。来，时间的关系，咱这个后礼拜空中再会，再会，好，拜拜。